随机抽样，然后我们的 Alpha 是 0.05， 然后查表 F99 的 critical region 是 0.248 到 4.03， 然后我们开始计算海之系列的样本平均打击率是3×52，震惊系的样本平均打击率是4×22，然后算海之的 variance 是0.0246，震惊的 variance 是0.0187，然后算出来的 F 值是1.316，然后结论是。在 EF 等于 1.316 的时候，若在 F99 的接受域列、接受域里面，然后我们接受这个假 H0 的假设，就是 variance 两对是一样的，然后有可能出现 type 错误。然后之后我们就做 t-test， 然后我们 H0 是假设两对的打击平均。率是平均打击率是相等的，然后 HA 假设震惊大于海之，然后一样打击率是常态分布，球员是 random sample， 然后我们刚才得到的假设是 variance 是相等，然后 alpha 0.0，然后我们查表，因为是假设海之大于震惊大于海之，所以是右尾单位，
然后计算刚才计算那个共同的 variance 是 0.0217， 然后计算出它的 t 值是 1.05 1.06， 然后落在接受的范围里面，所以 df 等于18的时候会接受，所以我们认为震惊还是打击率应该没有显著的差异，有可能出现 type 2 error。 我接下来是讨论，再来试试讨论。首先，第一步骤 ，F test 若与那个接受范围内，但说明的是海战震惊打击变异度应该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然后第二部分 T test 也是若与接受，然后也是说明打击平均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异才对。然后理论来说，两者值应该是相当的。然后，但是从数学看出，这个0.35和0.42应该还是有些许一点点的差异。然后这个是上一次对震惊的记录，打击记录。那场是9-7输给了震惊。然后可能原因的话，是因为我们那场有多名先发的主力没有来，然后大部分都是以学弟啊上场，然后导致可能就是打击不连贯，然后失误过多，然后安打也比较少，不然应该是可以打成差不多的。然后这一张就是海之战震惊的，就全年加起来的所有数据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震惊的失分，震惊是全盟最会防守球队，失分是压在50分是最低的。然后我可以看到海之则是3-152。然后这可以说明，尽管震惊的得分和海之的得分是差不多的，但是震惊经常会把失分压低一点，然后利用这种把失分压低的方式，让两队分数就是差不多，然后因此赢得比赛，所以他们胜败是10-2。然后海之的话，则是因为失分和得分虽然差不多，但是失分是震惊的3倍。然后海之的打局也是相当比较不稳定的，就是可能就是一场会输个10分，也有可能一场会赢个10分。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全队怎么打不出安打，然后状况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打安打之类的。但今年是比较不稳定，6-7-1，所以每年战绩都差异蛮大的。然后这是我们报告的，这是我们上次照片的。好啊，有没有同学要给他们意见或者是问题？这打击率怎么可以用几趴去算？就是你们用0.0几，这样当然就会没什么差。就可不可以把它拉大？就是它只是放一单位了，就是因为你是用0.4、0.3去算，那如果把它弄成30%、40%，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看。这样不是一样？是啊，就一样。比较好算，比较好看。你把你的 variable 乘以一个常数的时候出来的什么东西，平均值还是再减起来，然后再除，还是变成是一样，所以不会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就比较好看，但是其实出来会是一样放心。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提过了，可是当他们在检讨的时候，还是没有把它放在里面。也就是说，刚刚我提说它为什么会显著或不显著是为什么？志颖要不要讲一下？这句放在这里啊。所以它之所以为什么会不显著嘞？你看起来哈，好像说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这个比较差了哈，气短这样很谦卑的说我们比他很差，而是。这两个数字的差别为什么出来叫 mu 是不显著？为什么？那就自己想一下吧，应该会吧。来用一下你的。就我们族群里面自己打击率就有高有低，然后有很低的，有很高的，然后他们也是一样，所以变数比较大，所以平均出来之后。不知道你讲对了，但是好像不太有信心的样子，为什么呢？我们出来的结果，这个是平均吗？不是吧，平均在哪里？你应该那个表出来要有平均在哪里？0.3524哈，你都给它写错了，它就是加起来除以10，然后0.3524，然后另外一个0.42，0.35跟0.42要来，是这两个样本的平均值要来下结论，说它这两个族群的平均 mu 一跟 mu 二一样吗？怎么样去这样两个平均值这两个数字的差异，算不算真的有差异呢？跟谁来比？下面它同一组里面。它的变异是怎么样子？所以回来看你的平均，你的 S 平方怎么样？你看看，有人只有0.19，有人高0.158，有人高到0.66，就是说在同一组之内，这个是什么？这个差异代表是 random error，random error 都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也是0.2到0.58。这么大的一个变异在那里，所以呢，同一个处理之下 ，random error 都这么大的，所以这两边一个0.3跟0.42怎么样？当然就 test 不出来，说是叫做有显著的差别了，对不对？就这样子，其实很简单的。你再看族群的平均之间，到底这样算不算有差别？那再比的是谁？内的这些变异到底有多大？跟组内的 random error 来比 ，OK，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下面往后面看，我们结论那里。好，来，可以看看那张，来。做了统计学的时候，做完了的时候。就接受统计的东西，不要自己再来打嘴巴。这干嘛？还出来从数据中还是可以看出两个打击率，打击率是有些许的差异。这算什么？两个平均值有，当然数字是不一样啊。但是这个数字不一样，到底代表是不是真的差异呢？你做了统计以后出来的结果，请你就心悦诚服的接受这个结果，你不要自己再来自己打嘴巴。那你前面做了老半天在干什么呢？知道吗？这就是两个样本的数值，两个样本的数值再怎么样讲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什么叫是还有些许的差异？这是什么？这么没有科学的话，不要显现出来在我们上完统计学的同学身上，了解吗？不要自己再打自己的嘴巴，不要下这种结论，了解吗？弄掉。两队的实力哈、哦，是不是相当？没有，只有打击率是不
就是有显著差异。打击率你自己后面都讲的防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的得分是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讲的只有是什么打击率，不要讲实力，知道吗？实力还有很多啊，除了打击率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知道吗？不要无限上纲，把你自己做的一点点东西把它扩大起来，不要这样子做，是什么就讲到那里而已，延伸到那里而已。还有什么东西呢？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什么什么很多阻力没有来吗？你要讲的是说你的 population 里面的观测值是在变的吗？这个很麻烦呐、啊、哈。假如是你的族群里面的那个观测值哈，还变来变去哈，那个就很麻烦了。还有后面的话，假如是在防守方面的东西的话，就跟他在讲的主题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的主题只是在做打击率 ，OK， 是打击率。所以后面讲的那个所谓他的防守比较怎么样啊等等，那个算是在主题之外的另外的延伸，但是不是主题的东西，了解吗？哦，大家好，我们是第二组，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对吧？我们要今天要做这个季节跟那个羊奶产量的影响，对。然后主人是我们的，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如果不用麦克风，你用起来。因为我会发抖。嗨，大家好，兄弟，嗨，大家好。好，然后呢？这是李时珍，就是那个，其实这是我们会做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有一天那个谢勋，然后他就很无聊，他就去图书馆借那个《本草纲目》，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羊奶，他就觉得羊奶就是哦很酷，然后呢，所以他就想要做羊奶啊，不是啊，其实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说就是他说羊吼，就是他比较怕，比较会口渴，然后所以呢，他夏天的时候喝奶，喝水就喝很多。然后喝水很多，所以它那个产量就是夏天比冬天多，这是那个新闻上报道的啊。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要击破这个不实谣言，所以呢，我们就做看，就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啊？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们就会鼓励孕妇多喝一点那个水，然后这样子比较多乳汁可以照顾她的小孩呢。对，好，所以说呢，好，知道没事。啊、我们主要是从那个行政院那个农委会哈，然后就是调查一下那个就是羊奶的产量，对对对。好。哦，然后这是我们那个数据，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是个，就是我们是就要弄那个冬跟夏这样子，对对。好，然后呢，我们请委员帮我们讲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要分季节，因为。要两个温度比较不同的季节，所以我们取第一季跟第三季，就是一到三月跟六到九月两个季节，然后来随机抽取那个县市，然后来看那个什么冬夏两季他们所产的羊奶的量有没有差别，然后这是数据还有算出来的结果。然后第一步就是先假设 H 0两个季节，S 平方 S1 平方跟 S2 平方相等， HA 两个不同，那 assumption 是羊奶产量产率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各县市是 random sample， 然后 alpha 等于 0.05， 然后算出来 critical region 的话是 0.025 跟 0.975， 是 0.33 跟 3.05， 然后红色部分是 critical region， 然后我们算出来 F 值除一下的话是 1.49， 然后是落在 Accept Region 接受 H 拒绝 HA， 所以表示夏冬两季羊奶产率是相同 ，variant 相同，然后可能犯 Type 2 Error。然后再来我们是要假设 Mu1 是夏天，那、啊、我们要假设那个夏天喝水产量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假设 HA 的话是 mu1 会大于 mu2 的，然后产率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各线是 random sampling， 然后我要发那个 0.0， 然后经查表 degree of freedom 28的话 T 值会等于 1.701， 然后算出来 T 值是 1.28， 然后会落在 upside region 里面，然后接受 H 拒绝 HA， 所以下东两季产率的话应该是没有很大的差别，可能犯 type 2 error。 然后结论，冬夏两季羊乳产量是没有显著的影响的，所以可能原因就是台湾那个四季变化都不大，所以像刚刚大家还是很多人穿那个短袖，所以可能四季变化不大，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关系，也没有很大的温差，所以而又是结果。然后就这样，谢谢。有没有问题？来，先啊。哦，这问题很好。谢谢。谢谢。对啊。先把你的那个 data 拿出来看看， data 是这样的。因为他养每年的那个，他生他就是不是生物体，他是生长跟死亡，他的那个每年他其实都不太一样。虽然他就是他这边产的羊的羊乳，他的羊可能是跟前一年其实是不同只的羊，或者是他现世就是调度也是有他的差异在，所以做配合体的话，其实做，然后做配合体的话，他其实也是做。就没什么差，然后再来就是它组间差异跟组内差异其实都是蛮小的，组间差异跟组内差异其实都是蛮小的，然后所以就是不能做，就不太能做配合，因为它这样子会没什么差异。是相对其他国家比起来，台湾因为在副热带这边，它其实那个就冬天跟夏天它差异其实真的算是比较小的。我们的想法是比较小，因为基本上就是台北夏天就比较冷，就我们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四季不算，然后因为我们吃的感觉差不多，这中间是夏天差不多，然后现在进入没有，是整个就是说就是台北市跟。高雄市跟桃园县跟新竹县是差不多，但是台北市的夏天跟台北市的冬天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要做的就是那台北市也可以跟桃园县可以吗？哦，不行。好，那我们那个有啊，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做错了，然后我们对，还没有什么问题。有接受建议了吗？嗯，我觉得可以。为什么要贴？因为他们不行。就是
为什么同一个县市是要变成一个 pair？ 可能冬夏季不会下。那些汤也不用。不是不是、啊，应该是哦，我知道。因为他们冬夏季感觉产量蛮接近，所以应该是。可是我用昂佩，我也要去问金泉是什么。哎，请你们政府的回答。那好像好像所有的听众都了解了，可是你们不太清楚啊。其实也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同一县市这样比的话，就是牧场环境相当的话，那他们就是可以做成一个 pair 是比较适当的。听得懂了吗？每个县市它的气候也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牧场的条件可能也有差别哈，因为自然的天气的关系它不一样，所以呢，把它做成一个 pair 的时候，一个 pair 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同一个 pair 里面呢，就把它剪掉了，把那个盐分切成差异，把它剪掉。所以你看，在做的是什么？嘉义县和嘉义县的这个，一剪掉了以后，它的县市之间的差别怎么样 ？Variation 小掉了，知道吗？把那个所谓的，你看看，有没有掉呢？我们刚刚是不是谈过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个 T test 就不容易显著， T 的值会变很小，它的 variation 很大的时候，那 variation 怎么来的？是同一组自己组内的变异来的。 OK， 所以组内的变异在这边是什么？不同县市同一个季节不同县市的产量，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同一个季节不同县市的产量变异其实还蛮大，从50几到140几都通通都有，这就是组内的变异。那这个也是组内的变异，有没有？那所以呢，以组间的变异比组内的变异就怎么样，就看不出来那个平均值之间的差异，那个 T 的值算出来就很小。 pair T 有什么好处？它把这个所谓的一个之间的这种差异呢，透过成为一个 pair， 那这个组间的这种差异把它减少掉了。譬如说呢，你看看它就用了什么，譬如说嘉义县跟嘉义县的一扣掉以后只差了多少，
它的三个。然后呢，这个三呢跟什么？譬如说，我们看一下，新竹市，新竹市没有，在哪里？好，68.79跟83点多一扣掉呢，剩下差十几。OK， 所以这个有多少？这个差了三，那个差了十几等等，那个 variation 小掉了，了解吗？透过这个成一个一个 pair 的，把这个 pair 之间的那个变异呢，把它扣掉，了解吗？所以它的 variance 会小掉，知不知道？已经扣了呀。这个懂了吗？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做一个一个 pair？ 一个一个 pair 跟我们后面会讲那个做 graph 的设计啊，是很类似的。那你做 graph 的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什么 graph 的效应啊，什么会抓出来等等啊。那时候你就会很清楚说，在做这个 pair 的这个。可以消除掉这个变异，就是组内的那个这个变异哈，把它消除掉。其他还有没有什么要给他们的建议？我们就是要报告，就是海之性男女变色能力的差异，然后，对，有方婷，还有林真，还有姐，还有我。好，我们前言说，那我们这次想要关心大家的电视，就是电视，就这边一大堆颜色，就你看它是不是有没有差异？然后就我们觉得，有些人觉得女生那个美术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就是不是对颜色的敏感度也比较高？然后我们就想看它是不是男女生成真的有不同，然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测试直系男女生的电色。然后判断男女生的能力是多强，然后用 TKS 来算两组的数据并做统计。然后我们就这边是取到样本的时候，我们要把色弱者排除，我们要用一般的男女生，然后再进行随机取样。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用做配合 T， 就是因为我是男女生，对，就不是什么一个男生他们这样子。就是原理的部分啊，我们是用叠加型原色。那什么是叠加型原色呢？就是利用三原色红、绿、蓝，然后再经由混合。像这边绿色跟红色啊，混合就会变成黄色，然后绿色跟蓝色的部分混合就会变成青色或是湛蓝色。然后三者混合时，不同比例也会有不同效果。就比如说等比例混合的时候，它们会产生灰色，但当它们强度最大的时候会产生白色。强度最大，所谓的强度最大就是指它们的光亮度。那等一下我们会利用我们的测验来为你们做介绍。然后我们称这种原色系统叫做 RGB 色彩系统，一起就是直接由红色、绿色还有蓝色然后组合出来的色彩系统。那我们要补充什么叫做变色力异常？所谓的变色力异常啊，就是说它还是能看得到颜色，只是它可能会有程度上的差异，它可能是轻度的色弱、中度的色弱，或者是到全部都看不到颜色。那我们的色弱患者其实还是有颜色的感觉的，只是它没有分辨相近的颜色，就像是红绿色弱一样。那轻度色弱人可能会不知道自己的变色力有异常，这就是我们要关心大家变色力的原因。然后通常就是我们查到的数据就是介绍说，变色力异常的患病者都是男性大于女性，且99%以上都是红绿色弱。那请医生可以移动。那大家看到这是什么吗？12。好，下一张。那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就是使用网络上变色力的测验。让我点进去那个网站。好，那我们就直接，就是这是他们的网页，然后截图下来，然
然后总共有五题，然后右手边就是他们的题目，然后我们利用下面的条钮啊，就是把绿色啊调到这边，然后把红色调多少，就会产生跟它相同的颜色。当我们觉得颜色相同的时候，我们就按下 OK。然后做完五题以后，它就会有一个分数成绩出来。它的分数越低的话，就是表示你的变色能力越好。然后它也会显示你花了多少时间做。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就是给大家做之前，我们就先就是做了一下，发现也就是时间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时间。根据我们的数据，他这边是男生，还有女生在这里。那我们取了20个，男生20个，然后女生20个。那我们算出来平均男生是4.3分，女生是6.3分。那我们算出来就是数字越小的话，数字越小的话，代表他的变色率越好。那如果成绩越高的话，就表现是越亮。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这种会。那我们接下来就先算男生在不在。那男生的成绩上，然后在学习成绩上，那男生两个的分数是200分，那要保持那200点。我们的最高率是算出来是右边是2.3。那我们接下来就算 F， 那我们两个相除都是 1.64， 那 1.64 会落在这个 F distribution 的接受范围内，所以我们会接受 H 0拒绝 HA。 那我们男女的变色率的分数是它的 variance 是相等的，那可能会犯它的 error。 然后接下来我们算 T-test， 那一样我们算出来的 critical region 的话，这边是2.024。那我们一开始觉得就是男女的美术天分应该会差不多。那我们之所以可能会有人会觉得说女生的变色会比较好，是因为可能妈妈爸爸妈妈都会让女生先去学美术啊之类的比较近的东西，所以我们后天的美术方面才会比较好。但是我们就认为说男女最一开始的话应该会一样。然后算出来我们的 T 是 0.91， 那 0.91 会落在我们的 T distribution 的接受范围内，所以我们接受 H0 拒绝 HA。 那我们认为他们的测验会是相等的，那可能会犯 type error。 然后我要讲结果的部分。然后虽然就是从那个平均值看出女生比男生略好一点，但是虽然他们有差异，但是做 T-test 之后发现男女其实他们平均值是相当的。那可见我们就是预期结果男女生变色能力不同是不合理哦。好，那我要来讨论那这次的误差来源，就是这次实验主要就是会有影响不准确，就是有以下几点。就是受测者在做测验时的精神状况是否为专心，就像因为就是之前我有做到一个测验者，他在测验的时候他在打三国，他就非常的不专心。所以就是可能我们之后做的话要请他们专心做，然后一边玩游戏。好，那第二个是耐心的影响，因为这是那个测验题总共有5题，很多人第一题调很久，调很久之后发现按 OK 之后还有第二题，就是做起来很崩溃，而且就是总共有5题。然后就是虽然我们一开始都讲有5题，但是很多人还是就是会受到耐心影响。那第三个是电脑显示卡好坏，因为每个人做测验的那个使用的电脑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受到电脑显示就是显示卡能力所影响。就像显示卡好坏，就像这边两个相近的颜色，可能有些电脑显示卡不好，看起来就是同一个颜色，那这样测验起来就会有差异。那第四个是灯光，就是每个人受测的场合也不同，那有时候灯光比较亮，有时候灯光比较暗嘛。那灯光的亮暗会影响到分辨颜色的能力。那第五个是不会使用测验的网站，
因为测验的网站是用下面的那个调调颜色，但有很多就是因为操作上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调，所以怎么调都调不到一样的颜色，就按 OK 了。那这次就是取生活的时候也很巧了，取到两位变成能力异常的男性同学。那下面这是他们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会有变色能力异常的问题，所以没有想到会抽到。那就是他们做的成绩比其他的同学高上不少，所以就是这讨论之下就决定不要用那么数据，因为像其实平均起来大概是做起来大概男生是70几分，但是他们都超过100分以上。然后就是假若说就是我们只讨论一般男女生的变色能力，然后再不排除变色能力的异常者，就是就不要把他们除去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已知 男性的变色能力异常比例会比女生还要多，就是可能会有色弱或者是色盲的男生会比较多，所以说把这个成绩也列入结果，有可能是女生的就是变色能力会比男生还要好。那还有一点是就是是否学过色彩学，这跟有没有学过美术其实有一些关系。那就是虽然这次取的 population 是海之系的同学，所以大部分人应该是都没有学过色彩学相关那个课程，但是就是像色彩学的课程啊，它会深入教授那个配色的方法，然后在后天学习之后，这个测验可能会拿到0分，就是非常厉害的，可以调出一模一样。那这是我们的工作分配，那正方体的部分是平面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谢谢。有问题吗？就我觉得，如果时间不限的话，不太能检查看出一个人那个做变色能力的能力。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不太会，就是能力没有很好，他可以一直试啊。因为就是如果没有限时间的话，所以可以一直试啊。可是这样子，就算是他那个弄不好，他也可以一直试到。所以就是如果要看他的变色能力的话，其实应该要限个时间，这样比较准，我觉得啦。因为我们只有采他第一次的数据。不是，就是我可以一直按，一直按，按到他颜色一样。他要调那个吗？对，就是那他要看得出来他一样，他才放出来。他变色能力差，他看不出来。嗯，就是我们一开始自己先做的时候，我就是只有做60分，但是我已经觉得我调的一样了，我花的是10分钟，10分多钟的时间，然后他们几个可能就只花5分钟而已，但是他们的分数都比我低，我就发现就是真的是看起来没有一样，但是我们就是针对变色力来观察，就是看那个分数而已。我们当然就是测试情况下，就是认为大家都是觉得是相同的情况下才会按 OK。请说。我觉得、啊、如果要是他那个题目是男女的变色能力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色弱也可以算进去的。嗯。不然这样会比较是就是男女，他可能就是算对他的，但是他是。应该说，我们已经知道色弱人就是无法辨识三原色，所以我们一开始如果要这样测的话，就是我们在讨论的东西就。很奇怪，这样解释好吗？就是你有没有色弱，你的变色有没有异常，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学过色彩学？那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可能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分数，可能有些人特别高，有些人特别低。那我们想知道，如果你排除这些东西，你这原本的你的变色力的天分会不会一样？这样子有解答到你吗？我觉得你们操作方法有点粗糙，因为你看你们自己列出5点，自己都可以想到的那个错误，你们应该要改进。就是像电脑萤幕，然后光线问题，你们都自己想到，那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个实验？他是做完之后才想到的。那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列出来讨论。所以可是所以你们数据是不准的、啊，而且分男生女生不是应该是个体差异，怎么会男生跟就是把族群是分男生跟女生？嗯，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个。测验部分我们应该要改进，就是可能下次就是用同一台电脑，然后同一个地点，这样会比较好。然后至于就是你说为什么要问男女生是？对啊。
就是为什么要做男生跟女生吗？就是我们只是想知道男生跟女生的变色能力是不是不一样。这哪里有问题吗？而且这样会不会牵涉到刚才那个个体差异太大的问题？就是组内的差异太大还是一样？有，我们有发现我们的 variance 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的结果就是一样，因为只是落在 acceptance 里面。是基因的关系吗？可以把它弄出来。所以 T-test 在 test 什么？就是你的那个 treatment， 两个 treatment 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差异？是跟谁来比？同一个 treatment 之下，它的变异来比。所以现在是什么？男生的平均是 74.3， 女生是 63.5， 要由这个样本的差异来说，性别之间是不是有差异？那性别之间是不是有差异？要怎么样来推断呢？他的推断是什么？我在同一个性别之内，他的差异有多少？我在同一个性别之内，他的差异有多少？假若这个之间的差异小于同一个性别之内的这个个体差异的话，所以当然你 test 出来就会说性别之间没有差异。为什么性别之间没有差异呢？因为同一个性别之下呢，这些个体的差异就已经这么大了，所以难怪说这个的差别差了十几分不算显著的差异，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整个统计的精神所在啊！你要说这两个 treatment 这个值是不是真的显著的不同，跟谁在比？组内的变异在比，个体的差异都比这个的差异来得大的时候，怎么会有所谓的性别的差异呢？就是叫个体差异啊，个体差异就这么大了，了解吗？这就是统计啊，你统计把它变成你的，学了统计以后不要死死的放在那里，然后呢就去计算这样而已。要知道你统计的那些公式其实是在告诉你什么样的观念，就是这样的观念而已啊。所以下面的那个分母是什么东西？分母是组内的变异有多大，对不对？这个就是组内的变异，同样都是男性，然后他的变色能力有多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女性，他的变色能力的差别，这个就叫什么？组内的变异有多大，这个叫 random error。 这个假如很大的话，然后你说这个的差异只有差了十几，这样子性别之间有差别吗？没有啊，性别之间的这种差别根本都小于自己同一组之内的差别，同样都是男性都有这么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女性都有这样的差别的，所以性别之间有差吗？就会变成没有所谓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差？就是个体的差异很大，了解吗？这统计就是这样子而已，知道吗？所以他的观念就在这里。所以怎么样子？假如你在同一组之内，这个差异变很大的时候，你的这个之间呢，即使有差异，你都做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什么之间？这个同一个同样是男性，然后这个数据的差异怎么来的？有一个是什么？个体差异，还有其他什么？他们自己检讨的，还有同学也来说他们的是怎么样？诶，你为什么那个用了不同的电脑呢？电脑之间的差别，诶，就会增加这个之间的差异，对不对？还有什么灯光的比较暗比较亮，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之下去做的，哎，也会增加个体之间的差异。所以你个体之间的这个观测值变得很大的时候，那就会让你这个 treatment 之间的差异就看不出来。所以要怎么样子，我们说怎么样，这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它假如是自己的本质就是有那么大的差异的时候，那就是它本质上的本来的 variation 变异就有那么大。但是你不要再因为你人为的操作上再把它的这个变异再弄得更大了下去了，所以你就怎么样更看不出来，了解吗？啊、哦，这个所以为什么你们自己检讨了老半天哦，就好多好多好多，然后还有不熟啊，没有耐心啊什么哈、哦，所以呢就乱按的啊，好啦，随便啦，就这样，那当然就是变色力，就也不是他本身的这个变色能力的，变成是什么？他没有耐心，他没有专心帮你做，所以出来的那个结果。变异就变很大，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嘿，那他们这一组有好处是什么东西？他们这一组是自己的数据，自己去做的数据哦，所以我们要给他掌声一下哦。那他们是花了心力去做的，对不对？这个什么声音？热烈一点。他们是有花时间在这个上面的，对不对？然后去测的，一个一个去测。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濒临崩溃组哈、哦，不过我脱离崩溃组，为什么叫脱离崩溃组？我不太懂。哦，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他们有努力。再去做这个东西，虽然在做的那个过程里面哈，这个有一些瑕疵，但是呢，说不定透过这样，所以你知道说你的数据的收集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技术技巧上要注意到哪里的，了解吗？像刚刚的那个什么火车的时间，火车时间就不是那么说服人心，对不对？嘿，你要是真的去测那个时间的话，你就比较说服人心，对不对？了解吗？你测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说，哎，那所以那个数据要拿到，它其实本身还是要很多方面要注意到的，否则呢，就会让你整个出来的结果呢，就会误差比较大。OK， 这样可以吗？大家好，我们是第七组。那我们这是我们组员李丽、叶雨、黄君纯还有杨小豪。然后我们这里的题目，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为了了解政府，就是他鼓励生育后是否确实有助于提高生育的总数。然后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找的地画纸，就这是那时候是战后婴儿潮，然后就发现有420,000。然后就一直下降，然后这是第二次的生育高峰，然后就从这次开始到1976年这次开始之后，我们就是一直走下坡，就是1984年生育率达2.1的时候，就开始有点陷入少子化的危机，然后1988年就是1984，就再过4年之后，仍然是节育，但就其实政府已经偷偷在开始担心未来人口的零成长。然后1992年的话，他把一些以前限制生育的相关规定都给取消，但是还是没有就是鼓励大家生产，就是消极的改变生育的政策。然后就是直到就是1997年1.77，就是生育率是1.77，然后降到1998年的1.46，而2000年的龙年效应，就是政府可能会想说就是明年是龙年效应。但是他却没有预期的拉回1997年的水准，反而一路降到2004年的超低水准1.180。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政府就推行一连串的鼓励生育。
然后取样结果，这就是那时候政府鼓励生育，然后那时候开始，我们把它设成一个 population， 就是 population one， 就是有六年，然后我们 random sample 就取了四年，然后出来是97, 96, 97, 98, 99，然后这是我们的 population two， 就是82年到93年，然后会取82年，原因是我们上网查了行政院。主机处的内政部主机处的那个资料就走到82，所以我们就找了82年到93年，然后总共12年，我们取了10年，83，然后86到93年，然后我们取样方式真的是 Excel 乱数表随机取样，然后这是我们的 Population One 的数值，就是96的时候，那时候有20几个宝宝，然后一直到98、99，就是16万个宝宝，然后 population two 的话是82年的时候有32万多，然后到93年是21万多，然后这是 population two， 然后我们第一个要算他们两个 population 的变异数，变异数有没有一样，然后我们假设出生人数是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年份是 random sample， 然后算出来的话 f 值是。哇，一的话是 population one 嘛，算出来是0.164。那0.164落在 degree of freedom 39的 accept region 中，接受 H 0拒绝 H A，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变异数是一样的。然后 test 就是第二个是要算它的平均有没有一样。然后我们是假设那个政府鼓励生育之后，可能就会有就是。生育率会提高，然后 exception 也是跟前面一样，然后第三个是变异数要相同，然后这是我们的 critical region 1.782，然后因为是变异数相同，所以那个 S 就要 pull 起来，所以算出来的 pull 哦就多，然后 T 算出来是-4.106，然后 T -4.106落在 degree of freedom 12的 critical region 中，所以。接受 H 0拒绝 H A， 然后算出来，就是并没有比较多，就是帮我按结论，就是我们算出来的知识，虽然近年来政府已经提出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国人的生育意愿仍然不高，然后另外就是。结婚率持续下滑，有可能导致生育率不增反减的因素。然后就是我们有去找那个历年结婚率，就是也是从8.19一直下来，然后现在是5.07，所以大家不太结婚，所以不太生小孩。然后我觉得我们会做出来是，有可能也是跟刚刚就是大家的问题一样，是我们就是那个什么逐渐的变。个体变异差太多，就是每一年差异其实蛮大的，所以可能算出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感谢各位。哎，振作起来！好，录放。有没有问题？对，哎，是总人数而已。生育是后来我们生育是表吧，就是其实是网络上提供的表，这个，哎，我们没有生育率的表吧？这是总人数，我们一直都是用总人数，只有结婚率，这不是，这是结婚的。这个吗？这个，好。对啊。哦，这是不对了，太不对了，打错了，不好意思，抱歉，真的打错。
这个。所以你应该是说你没有比较大，另外没有比较大。没有效果。有什么问题吗？好像有问题哦，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啊？有什么问题？振作一点，振作一点，快点！第一个 population 很少哈，所以你根本就是不是太需要采样的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你只是为了应付要这个统计的习题嘛哈。好，那你就做了。那做了以后呢？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吗？你用的这样子，他的出生的人数。生人数有什么意思吗？越来越少人能生的的话，我说原本怎么越来越少人能生？你说因为结婚越来越少？对啊，越来越少人能生，或者是说在你总是要有一个基础嘛。所以你那个口号出来，你鼓励大家生的的话，那。这个能够生的人很少的时候，当然出来的 baby 的数就自然少，所以应该算生育率是一样的话，生育率出来的 baby 也是少掉，对不对？所以改成几趴也比较好，就是生育率。是啊。哦 ，OK。哦，生育率怎么算？总人口吗？出生？哦，真是女生哦。
那当然你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就从网络上就截取了很多的数据来放，比较方便，做得比较快。那有好处也有坏处，哈、哦，就是那个车子，谁知道真的就是照这个时刻表上的时间在跑呢？说不定实际上就差很多，类似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用不同的方式找不同的题目的时候，它各有优缺点，哈、哦，那。不过呢，不管怎么样的，反正就已经有一些学习到了。那其实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要让大家更这个注意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看两个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的时候呢，什么时候用 KRT， 什么时候用 TS。你一定要去分清楚，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那个题目的本质，你就非得去用 PAIR 提示比较合适的，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赶快换题目，或者是说，当你做到那样的题目，你要有那个敏感度，说，哎，像这样的东西，我最好就是用 PAIR 提示的方式呢。